IKEA 一家家居台中店定9月5日开幕，是目前全台最大的 IKEA， 面积大11000平，64间展示间，3间完整家居加空间，预计要创全台最好的成绩。台中家居界密切观察，有业者表示，市占最大的仍是传统的家居店，但 IKEA 对年轻族群颇有吸引力，日后营运还待观察。一家家居行销经理陈耀义说， IKEA 在台中地区品牌知名度达 89%， 认同度颇高。